东京这间吉利利是为京都来的，伊是一间火锅店，听讲那是咖巴放入去伊的火锅内底，就会发出吉利利的声音。这是连锁店，这张相片证明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曾经去其中一间店吃过。前菜，这是啥？前菜啊？这是啊，下面还有一层呢。下面是沙西米。哦，沙西米。我打是那秘鲁的。我这举落。啊，这个像那智慧安尼嘛。太夸张。但是那只是。料理真简单，伊就是高汤加着一碗蘸料，哎，咱放真侪葱啊里面。最后，阁有一招，将着素肉，甲伊放入去火锅内底。是荞麦。哦，荞麦，啊，即摆要开个用着，开要加蛋的对。荞麦面。你该食。荞麦面。好来。荞麦面。放来去内底。啊，拄好内底阁一种白白的吼。白白一种粉条，迄个是葛粉。哦，葛粉啊。葛粉的粉条。葛粉即马可能南的啦，透明的啊。葛粉台南嘛，台湾嘛是有啦。有啊。只是葛粉哦，较像台湾的做较，我袂参与，你讲的。是素肉嘛吼？这素肉。嗯。抹茶布丁哦。这个有一个影响，嘿。时阵啊，无人去这柜台吼，你啊欠一个，安尼就走出来。台湾啊，确实袂歹，学日本人讲，美味しいですね。